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第十讲，啊第八章银行信托的业务。那么关于这个信托业务，在现行这呃成熟社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因为它可以用专业的方式来代替他人来管理处理这个财产，而为自己或特定的目的来达到也绩效跟增值的一个目标。所以的这个信托。 的精神呢，最主要是发挥他的专业资产管理的能力。但是，同时要了解说，这个信托呢，一般因为你是代替人管理人家这个财产，所以你必须得善尽你的这种忠实的义务跟这个责任。而且呢，更重要的，因为信托啊，你请这个银行或信托业来帮你管理这个财产。 那么，有关这个损失是由这个哈、啊、委托人来自入这个盈亏，而且信托财产除了存款以外，它是不受存款这个保障哦。这也是说信托对这个委托人当中你必须了解这些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信托业者一定要发挥他的专业的道德啊、哦，专业这个道德管理的这个道德跟决策的道德。 因为你这个资产的买跟卖，会影响到委托人这个权利，所以这个专业性呢非常的重要，当然道德的层次也非常的高，所以本讲的这个重点有这个三个，啊，第一个呢，了解信托契约与种类，第二个呢，了解信托业,业的范围，第三个了解信托。 企业纷争与赋税的这个处理。好，那么我们依序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讲信托的意义。那么，信托呢，简单讲就是代替他人管理财产的一个制度，一个法律的关系的制度。所以，它是有法律的保障啊，法律这个保障。而且呢，他必须用他的专利啊，为这个受益人。 或特定目的来管理，啊，来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所以由图表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信托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委托人按照这个信托的企业呢，那么请受托人来针对啊信托企业里面的一些信托利益，来给他指定的受益人。当然，受托人呢，最主要按照这个标的物。 啊，标的就是说信托财产，来做好管理跟处分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信托的基本精神有委托的受托人跟受益人，啊，彼此之间所串联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你有财产时，你要不懂得管理，你就可以交给啊这个信托公司啊做受托人。那么受托人按照这个专业。 就可以按照你所指定的受益者来分享他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一个利得，啊，这是他信托的一个精神。那么再讲第二个，说信托契约定定应注意的事项，因为信托契约的是你信托价值的核心，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轻轻表白啊，在书面上有所表示，啊，第一个。 你信托目的，也就是你是以怎样的目的来成立这个信托？哦，像你要退休安养的目的，哦，使退休有尊严，而且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那么你就可以将你的财产委托信托公司帮你来加以这个处理管理。那么第二个呢，你的这个信托的这个一般所讲这个财产，那么一般可用金钱衡量的。 都可以作为这个啊信托的财产，哦，像有实体的土地、房屋，无实体的商标、专利权，都可以视为信托的财产。那么信托的关系人呢？啊，当然刚才已经讲过的，有委托人，还有受托人跟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哦，委托人是将财产啊委托给。 这个证券公呃，这个信托公司也就受托人来管理、处分你的信托财产给受益者。那么再来呢，信托的这个啊利益的分配，那么你信托的这个利益要怎么分配啊？分配的时间以及这个利益要怎么移转，都必在企业中呢加以明确的表示。因为我们现在是个法律关系嘛，所以事事项项都要明明白白的。 在书面上加以表达清楚。那么再来讲这个信托的这个成本。那么信托的你这个交易当中一定会引起产生你的税金跟手续费。那么这些要由谁负担，谁要承担，也必须的在企业当中加以明示。那么再来的信这个受托人的报酬哦，受托人报账是叫信托公司。 或银行所兼营的信托部，那么你要给银行，啊多少个报酬？那么你的报酬多少？你的计算的方法、你的支付的方法、你的支付的时间，也必须的在企月的加以这个明示。好，那么再来受托人的责任。那么受托人责任是指一般所讲的啊，信托公司跟银行。那么你管理的这个范围。 啊，以及应该办的四样个责任，如果今天你没有按照你的专列忠实来为委托人来管理这个财产，导致这个损失，当然信托公司跟银行要负起赔偿的责任。哦，就是说你受托人应该负的责任，因为你拿人家的报酬，你当善尽你忠实的、诚实的义务，为他人。 来加以管理，因为信托财产通过你的专业，它最主要目的要增值，要保值。那么在第八个信托契约的消灭跟终止，啊、哦，当然你的这个信托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说不能完成，那么就会自动这个消灭。那么这些一定要在你的契约明确记载哪些事由可以终止。 哪些事有可以停止？好，哪些事有可以消灭？哦，这是有关在你的信托的这个企业当中，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表示。那么，再讲第三第三个信托的种类。当然，信托的为了满足各个不同啊，这个有财产的人的需求，那么通常的实物上的，那么信托基于他的啊。 一般的这个委托人的意愿的不一样，那么有做这样的气温第一个，一委托人的分类有两种：个人的信托跟法人信托。那么个人信托是以委托人为自然人，啊、哦，自然人啊、哦，通常是委托人呢，可能他有一笔大的财产，为了他的子孙的利益，啊、哦，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呢，个人的。 信托的，都以他意信托为主，啊，他意他意的信托为主，自意信托为辅。那么法人的信托，那么法人信托的也委托人为法人，当然，还信呢一般都是以帮人家来理财的啦，所以他是以自意信托为主，他意信托为主，啊，因为我们一般所讲的，你交给信托公司都是以法人的嘛。好，我们这个先休息一下。 第三个，我们以信托的目的来分，啊，有自益的这个信托，啊，自益这个嘛，私益的信托，啊，跟公共利益的这个信托。那么，私益的这个信托啊，有分两种，一种自益信托，跟他益的这个信托。那么，一般的这个私益信托是以个人的利益或。 特定他人利益所成立这个信托，所以如果说你的委托人是自己的，我们叫自益的这个信托；那么委托人是为他人利益所成立的，我们叫做他益信托。那么再来是公共的这个信托，那么公共信托它是基于公共的，也就是公益的信托啊，是基于公共的利益啊，像一般慈善团体那么所成立的。 都属于一般所讲的这个公益的信托。那么再来的第四个，第四，按照这个信托的啊这个意愿啊，一般有两种啊，按照有任意的信托跟一般强制的信托。也就按照这个委托人意愿有任意的，任意就是说以委托人啊按照本人的意愿来成立的这个信托。 那么强制的，就是说有外力的介入，哦，像一般所讲，你是扮演某些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呢，国家规定你一定将你这个财产，啊，要委托他人来管理，啊，避免有一些啊，这个啊，一般所讲有这个舞弊或其他这个行为，或你的财产的不当，啊，这个增加这个行为，所以一般的公众啊，这个啊，人物。 大概都会有这个强制的信托，啊，强制的信托，所以你的职位啊比较敏感、比较重要这个角色的，通常这么多规定，将你的财产那么委托啊，这个信托公司做一个专业的管理，而且避免这个嫌疑。那么第四个一成立的原因啊，当然有这个四种，一种企业信托，就是按照企业关系所成立的信托。 第二是生前信托，就按照你的生前将你的财产等等，那么先啊向这个信托公司来这个成立这个信托哦。当然，生前信有一个好处可以将你的意愿充分表达清楚啊，避免这个死后的发生一些纷争。那么遗嘱啊，有些不用这个生前遗嘱啊，用遗嘱的方式啊，将你的财产啊种种其他啊变成一个信托财产，那么来所成立这个信托。 还有一个先试，先试就是说，委托人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所成立的信托，哦，当然这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那么所成立这个信托，他所必须表达信息，就在我们前面所讲信托企业当中呢，都必须明确加以这个表示。那么再来讲这个第五一是否营业目的，而且有两种，一种是营业的啊。 信托，也就是说，它是营业、营业利益、呃盈利为目的所成立的信托，一般都是营业信托比较多。非营业信托是非盈利的，哦，像你委托这个律师啊等等，啊、哦，通常一些比较属于这个公共的、慈善的，大概都属于这方面的。那么第六个，一，管理方式有三种，有集团的信托。 所以讲，你将一些没有这个特定的，然后将一些共同的这个利益得一些不特定的多数人，啊，所成立的信托，啊，它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所成立的，通常说一个公司啊等等，啊，不特定的。那么这准集团是指特定的多数人所成立的一个信托，所以集团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共同所成立的。 啊，准集团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啊的这个所委托所成立的，啊，当然你集团信托以后的盈亏，按照你参与的人多寡来，以及你所分摊的财产多少来分摊你的利的。那么至于说个别是以个别委托啊，个别说为自己的个别利益，那么所成立的信托，啊，通常一般的公司啊，一些员工。 比较偏重在这个集团或准集团方式的，所以可见说，一个成熟的社会，那么信托应该可以扮演发挥很好的一些啊这个角色跟功能，好功能是说对这个信托要怎么去管理规范而已的，因为你把财产交给这个信托业，如果他们一点专利那么可能会造成很大问题。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 信托业者的专业的道德，啊，管理的道德跟决策的道德真的非常重要。啊，这三个要达到的话，真的以现实的社会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刚才讲过的信托，它所有的风险都有委托人来自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真的他的专业能力、管理能力跟啊决策能力，确实会左右信托财产。 管理跟处分的一个价值的高低。那么再讲第四个信托的优点。那么信托的优点通常有这个八个。第一个安全性啊，因为你把这个钱交给信托公司，那么以后你交给信托公司以后，假定你个人发生一些债务危机，那么你所交出去的信托财产不会受影响啊，不会受影响。 啊、哦，叫做一般说安全性，啊、哦，照讲的话，你今天假定说你是一个债务人，理论，啊、哦，这个债权人有权利向你来追索，但是因为你已经交出去的、委托出去的，这个财产是独立性的，所以可以受到保护。那么独立性，一般我们钱信托财产交给信托公司，啊、哦，信托公司就受托人，那么受托人呢，他的账户是分开独立的。 以后假定信托公司倒闭的，那么你这个财产不会因为它受到倒闭而受到影响，所以它具有这个独立性，而且弹性。也就是说，你今天委托出去的，你有资格来更改信托企业的内容哦。所以它这个一般都蛮有这个弹性，可以符合你的需要哦。如果这个孩子不孝了，你不想给他这个分配，你就可以改哦。起码给子女的一种。 啊，约束力！你现在子女真的都蛮放肆的，啊，怎么样叫孝顺都不能所以他们讲说，做人哦，最重要是孝道，什么事情都不要讲，啊，都要孝。但现在呢，好像呢，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啊，这也是那口头语的。所以这个做人如果说没有孝，真的蛮伤脑筋的。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应该懂得去尽孝。 那么再来第四个，预先分配财产，啊，预先分配财产啊，就是透过这个信托啊，你可以避免说以后发生一些问题。不过现在很多企业不错了，把这个财产从，呃，这个做公益呢，真的这些人真的非常有高度的智慧的，他把财产的这个作为公益，假定他有在做人呢，他会更富翁的，也就是你今生不失一亿。 你来甚至变好多亿的，所以是聪明的人才有这种高度的智慧，做出一般常人所无法理解的高贵的行为。那么再来一个节税啊，一般透过这个信托啊，它好像你那个什么增值税等等的，有的时候变成信托公司的去承担啊，你就可以节税的目的，还有保密啊。理论上，当你的财产接受转移到信托公司的。 信托公司有义务来保护，哦，降你很多财产，人家也不知道，所以很多贪官污吏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我降也是一个业障的，其实坦白讲的，我刚才讲说人世间最重要还是要一股善念的，你不管再怎么样的哈，去掠夺了，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的。但这一点一般人都不会去理解，跟你说很遗憾。所以各位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注意到。 书读越多，越不懂得因果的一种清算，哦，所以人家讲说，书读的越多越不孝了，哦，大学大不孝的，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的，没有读书的最孝顺，哎 <coughs>、欸，这是很奇怪一个问题，到底书读到什么地方去？啊，另外一个是说资产集中管理，啊，这是说一般假定你的财产很多分散各地。 那么没有统筹管理，你可以透过信托公司来帮你做这样一个管理。第八个专利，你的专利才有办法将你的资产增值保持。好，我们时间关，先休息一下。 那么，在我们讲这个信托业务的范围，那么在实务上，按照这个信托的属性呢，大概有十种业务，也就是你的信托财产啊，大概有这十种。第一个，你用金钱做信托财产呢，我们叫金钱信托；第二个，你用这个金钱债权跟其担保物权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第三个，你用有价证券。 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哦，像股票的、公司债的等等。第四个，哈，你动产，你用机器的、啊车辆的、啊啊这些来作为信托财产这个信托。那么第五个，不动产信托，啊，用土地的、房屋来作为信托财产信托。那么第六个，租赁权，啊，租赁权就是说为信托财产这个信托了。 有信托公司来帮助你租人家的来,来代替你收这个啊，这个一般所讲的费用的方便的啊，因为现在人也是坦白讲，交给这些专业省时省力啊，那么收钱就好了，做一个显显的高贵的啊，有钱人也是不错的了。再来第七个地上钱的信托，以地上物为信托财产的这个信托了啊，地上物哈。那么第八个专利权。 的信托啊，它属于专那一般所讲智慧财产权呐啊，智慧财产权的一个信托也可以。那么第九个著作权也可以作为信托财产信托，还有其他财产权的信托。所以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到，信托业务非常的宽跟广。所以这个业务如果办的非常好，对银行来讲也是一个庞大的利器啊。不过一定要掌握刚才所讲的那十二个字：专业的道德，管理的道德。 解释的到的，那么在第六个信托投资的等级，那么信托投资等分为五个等级啦，啊，它这个信风信托投资风险等级是哈、啊、，risk r a t e 2有没有？由风险低的到高的一系分为五个等级的、啊，那么偶尔万的话啊，一般是说以追求安全稳定所有目标的啦，如货币型基金，那偶尔兔的话。 以追求相对稳定收益为目标的，哦，像以开发国家的公债啦，或投资等级以上的债券基金，投资等级要三个 B，plus，啊，BBB 加以上的才可以的。那么，而，尔所以的话呢，是属于这以兼顾资本利得及固定收益为目标，哦，像平衡型的基金啊，新兴市场的债券基金啊，那么。 而,而是的话呢，它是以追求资本利的为目标啊，都在股票市场了，如投资于开发国家的股市是全球股票啦、基金啦或期型的股票型基金啦。那么二坏的话，是以追求最大资本利的为目标啊，单一国家的基金啦。所以最近因为国内的这个啊股市还稍微不错，所以这些基金呢一般的损失率都慢慢在递减的啦。 啊，所以说像这些都属于一般我们要了解的。当然信托的这个公司必须评估，啊，当然他会按照这个委托人这个属性来做妥善的一个规划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发也专利。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七个，那么第七个是有关这个信托的一般所讲的这个哈啊国内信托的一这个实物。 那么国内信托的这个实物都是业务的，一般理论上大概有五种了，啊五种了，啊因为目前国内还在起步阶段，各方面呢还有待法规的深化跟强化，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坦白讲还在学习阶段的哈。第一个金钱信托，也就以金钱作为啊信托财产的一个啊委托了。 那么，经典信托体目前上有七个都不错了。第一个，特定经典信托，哦，它指定你投资的对象，你买股票，你买基金，所以个人这个信托。另外是企业员工的这个持股信托，是属于法人。那么，企业员工持股信托不错了，为了强化员工对公司的认同，由员工体内部分的资金配合公司的激励金，那么委托。 啊，这个信托公司来在管理，啊，这样也可以达到它未来，啊，退销保护作用的，而且也可以达到认同公司的。第三个是哈，这个保险金的信托是把假定啊保险的那个理赔金嘛，啊，将这个理赔金那么委托给这个信托的，啊，信托公司来在这个处理，所以他将这个信托的财产管理制度跟保险的生活保障制度把它连接在一起的信托的，这个观念都不错了。 再来第四个退休安养信托，还有单亲跟遗孤信托，还有身心障碍信托，这三种信托哈，一般都是有规定，等于说他的目的，你一次都要投它一百万，每增加三十万，来为这些人来家里去照顾的啦，哦，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般所讲的方式。 哦，你说退休可以达到一个尊严的保护，那么单亲的或遗孤的，也可以说要证为一个妥善的照顾或身心障碍的。哦，假定说有一笔钱，透过这些的信托公司的这个协助，也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那么不动产买卖家庭安全性，的时说你买卖股票，那么买方哦，当然呢怕这个不动产还，然后说动产还没移转被骗，卖方呢他怕拿不到钱。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就不会发生问题，也就不动产买卖加进安全的信托了啊。不过，这目前国内上很少在办。第三个、第二个有价证券信托啊，这国内的像股票的、债券的等等，作为信托财产信托，还有不动产啊。不动产一般在国内上大概有两、有很四种的，不过比较多还是开发型跟管理型的。 快显是一些公司有没有？他向银行借钱，然后他将這,这个钱啊、喔，那么由信托公司来这个保管，这样比较能够专款专用的啊，不会被冒用的。那么自己管理险的时候，很多这个哈、喔、有房屋的啊，他租给人家，那么他可能房屋很多，那么就委托有信托公司来在处理也比较方便啊、喔。所以说有关这个啊，这一般所讲这个不动产信托，那么台湾存托凭证。 哦，这是一个金融国际化哦。我们一般所讲，外国人啊，在台湾呢发行外国有价证券的一个啊这个凭证，那么当然可以避免汇率这个风险了。我们可以到国外去发啊，美国信托等等哈。另外一个量身定做的信托服务的哦，像一般生前契约啊等等哦，这是说依每一个人的属性信托所规划的啦。所以信托这个业务如果好好去规划，真的。 它的前途不可限量了，业务非常多，他的关键还是三个字：你的专业能力、你的管理能力、你的决策的能力。那么再讲说第八个信托业务的这个纷争了、啊。那么信托业务纷争有几个方式？第一个，纷争的事线尽量用书面，要书写申诉内容。那么申诉的这个程序啊，尽量要书面申请。那么处理的态度一定要符合和平。 诚恳、公正，而且第五个一定，那第四个回应的程序要用书面函复，那么第五个保密的义务要绝对保密，好保密。那么第六个文件要留存，因为要专业的留存、专案的留存啊，专案留存，而且要保存期要五年哦，要五年,年。那么这信托税制的实务的话，因为它互牵涉到税的问题嘛。 赠与税通常由委托人负责，所得税原则上由受益者，那么受益者没有特定或還没有存在时，由受托人；地价税由受托人负责，土地增值税由受托人有偿或归属权利，就是买方啊无偿，都是要有受托人负责。契税当然由权利人买方好，那么至于这个房屋税的，当然由受托人。 来在负责，所以有这个信托上的一个税务的归属问题，同时可以了解很多税都是由信托公司来在承担，就符合我们前面所讲信托优点当中的节税啊节税。那么加上呢，因为信托的它是蛮专业的，而且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团队，它可以针对。 啊，每一个委托的这个属性，而发挥他专业的一个利益。好，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